一会再问。这么多烟花、对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今天晚上孩子们把所有的烟花都放掉了。好，王云一只，好，杨汉能一只。现在差不多要回家了吧，都一起一起吧。反正年轻人干，别接的，不要，那请的呢，我过年不抱着请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给自己基本。来了，来了，你肯定不请的，不要。来了，别接，别接，我真不要。走了。爷爷睡着嘞。爷爷睡着，爷爷走。媳妇到了，我们走了。你们俩带几个了？走。不能走。走了，我走了。我不得已。妈呀！不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没事的。哦。不容易，现在要回家了，几个小孩都依依不舍的。爷爷，我们走了啊，走。回回回吗？视频见吗？来了，来了，家里了，下次再来。给妈妈涂着点点，我明明。我下次再来，放假俺们能等呗。明明不走了是吧？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明明不走了是吧？再见了，李晨又回家了。下次发家再来啊。好。这玩意儿可以买一个。好。反正也得过年就能过斧头家，可哪子吃的活儿，赶紧叫我。好。到杨汉能家玩，好吗？再见。拜拜，走了哈，拜拜啊！再见，杨晨。来，终于到家了。给你搬完了。搬完了，把孩子洗，待会就睡了。回来把东西收拾一下吧。